小松松。我怎么觉得听到好像你放屁的声音？哎呀，刚刚真的好像有放屁的声音哎！Mocha 的衣服，大家应该也知道，最近寒流来了，就是忽冷忽热。虽然狐獴这种宠物呢，它基本上是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为了增添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让它有视觉上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来帮它做衣服。但是又碍于我是一个肥肥的妈妈，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 idea。那就是之前在 Morphe 小的时候还买不到宠物衣服的时候，我都用一个很厉害很好用的一个东西来帮他做衣服。想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袜子。 OK， 既然已经想好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那我们就出发准备去买袜子吧。 OK， Let's go。 Hello， 我们现在到买材料的地方了，我们现在一起来挑 Mocha 的衣服吧。 Let's go。 我觉得大麻叶不错哎。大麻叶很帅，有气泡感。有有有有。过年要到了，喜庆一点，来个中发白。巨魔大三元。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太冲动了。我们准备回去做我们的摩擦的衣服吧。我们已经买完袜子回来了。最近过年快到了，有妈妈最爱的马甲，可以吧？就是俗又有力，而且一定要赢。还有大麻叶，这种又就有 hip hop girl 的感觉啊！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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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是可爱的，我爱的三眼怪，这是妈妈的私心。OK， 我们来准备道具。哎，对了，我要做衣服之前，我要先来跟你们介绍一个我一直没有开箱的东西，就是那时候我在宠物展的时候有买的一个很厉害的、很高级的床。宝贝，我们要换床哦。等待已久的高级床床，这是特别定制的哎，我来开箱了。从宠物展都已经不知道过多久了，因为它要特别定制，所以也要花一点时间。他们讲这个床真的很高级，比我睡的还要高级。然后说累得跟狗一样，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以后要改成爽得跟狗一样。已经用好了，所以我不用再拼了，也棒。我没有选太大的，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会窝在一起。没有记错的话，这好像是用记忆海绵去做的，还是乳胶枕啊？我有点忘记了。哎，这件很高级，这很重哎，给你们看一下。这算是记忆海绵吗？还是乳胶？应该是乳胶吧。他们家的都很高级，很软，然后不会不透气。然后它这个都是可以拆下来洗的，包含这个旁边都是可以拆下来洗的。哎，这不是业配哦，这是我认真推荐给大家的。这颜色都可以自己网络上选，搜寻他们家都可以去找到他们的那个定做的网页，然后再来是你可以选你自己要定的字母，在这边 Morphe and Money， 很高级哦，我都觉得色的比我还要好。宝贝，宝贝，那我来躺躺看，来啦，哎呀，我叫晴啊，哎呀，有没有暖暖？有没有暖暖？有没有暖暖？有啊。床床了好不好？嗯，香香的床床。哎呦呦呦呦，谢谢妈妈哦。好啦，我们来做弟弟的衣服啦。OK，Let's go。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我们的袜子们，然后跟代代流传下来妈妈的针线盒。
然后加一把剪刀。我们先来做一个大概，其实我也没有做过，我们先从中发白来做好了。噔噔，我们的小帮手莫查出现了。我们来穿着我们的第一件衣服，应该是可以，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方式。哎，拜托穿一下，托拉穿一下，穿一下。你平常不是最爱钻洞了？咪咪小松松。嗯。我怎么觉得听到好像你放屁的声音？穿个衣服而已，放屁干嘛？我以为我听错哎，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怎么会放屁。哎，刚好可以哎，哒，跟我抓的差不多，就是差不多高领了，还可以把领子翻下来，好，就这样，可爱啊。好了，我们接着做下一件。噔噔噔，这件比较长版呢，哎，这很欧巴哎，这很韩呢，很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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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咦，是吗？是不是很好看？是吗？很好看吧？是好看的吧？嗯，哎，我觉得可以耶，我没有外面卖的那么精致啊，但是是可以的吧？我的赢到处跑 ，winner！ 啊，你想干嘛啦？你是不是想要那个？你也想要一件？啊，可是你这么大只，袜子塞不下去啊！哈，哈，哈，哎 ，AKA 小胖妹，你现在很胖，再去一下吧。好啦，啊，不然你上去这个垫子，来，我抱你上去这个垫子。哦，高级垫垫哎，这个就是一般的、简单的、可爱的。就好了，其实做这个不难，就只是抓它那个宽度而已。噔噔，这是我们的第一套亲子装三元怪，有没有很时尚啊？是的，那我们玩 hip hop game 好不好？ hip hop game， hip hop game 可以吧？好， hip hop game， OK， let's go。我们的 hip hop game 不坏物就是我们的大妈耶，有，做我们的 hip hop game， 我们要有 hip hop 魂，有。刚刚不是说什么 hip hop game 其实不会有，这是老师我们知道的，有。It's how we roll, baby。这是星宇，你知道的。可以吧？这花色，而且加长哎，还是要短版的。我们都来长版的，来个短版的好了。下手重一点。It's how we roll, baby。这是星宇，你知道的。这是我。哎，这是我们的街头，你知道的。有，哎，我发现他比较喜欢这件呢，他这件没有挣脱哎，他果然有 hip hop 魂。嘿，我们是 hip hop girl， 嘿，我们是 hip hop girl。哎，我发现他比较喜欢这一个哎。哦，没有排挤我了。嗯，我终于懂你了，是不是？是吗？我终于懂你了。哈，原来世界我们最成功的就是这个 hip hop girl， 这才是他的 style。
经抓到他的痛调了。好啦，以后妈妈知道了，以后知道你的痛调是什么了，你要有 hip hop 魂，对吧？好啦，以下是我们做的四件，第一件是这个 hip hop gang， 第二件是我们的亲子装，可爱的亲子装，第三件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尚，一定要赢，第四件是我们的打牌暗示装，对，就是9万啊，然后一桶啊，二桶啊，然后条子啊之类的，对，就是可以这样子暗示妈妈装。大家最喜欢哪一件？偏妈妈的话，妈妈还是喜欢亲子装。好啦，影片到了最后，记得帮我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还没帮我订阅关注的，赶快帮我订阅关注哦。那喜欢我拍什么影片的，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然后喜欢这次摸出来什么样的衣服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